想想你看过的电影《哈利波特》《星际大战》，想想那些震撼人心的场景，每个画面都那么美轮美奂，牵动人心。是的，捕捉这些动人心弦画面的正是电影镜头。接着你会联想把电影镜头装上在自己的相机，期待自己也能拍摄一些犹如电影画面般的照片。没错，现在你看到许多结婚的外拍照片，剧场节目的宣传海报和日韩系列的美女照片，不敢说是多数，但为数也不少是如此拍摄的。今天市场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 DSLR 用的电影镜头，也有商家更出产了更适合 DSLR 用的变焦电影镜头，我们只要加以学习，就很快地能掌握它的拍摄技巧。至于镜头上的参数，电影镜头上的光圈值是采用 T 而非采用 F， 也没有刻度固定，在大多数的 DSLR 上无法直接测光，用者要留意。如掌握得当，每张照片的创作可以犹如电影般的迷人，也可慢慢学习电影的拍摄技巧，以备他日之需。